本来想说到丸子家楼下给他来一个突袭，结果发现他竟然在车上。你看我打电话他没接，来完了。生日快乐！来，你很帮我拿镜头。该有的仪式感，我们还是要有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明天就是你明天生日，我们百忙之中还先来帮你庆生。来，那个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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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许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不对。要洗掉了。你想说出变好啊？我就给他烂就对了。第二个愿望，让 King 留在手术很好。好，第三个愿望不能讲。好，想在心里。想好，好嘞。好来，生日快乐！来，这礼轻情意重啊，还有给你包装的。对，大部分送你东西可能会送比较偏玩笑的、搞笑的、玩乐的，但我们想要送你的是比较实用的。我们请阿姨帮你整个包装起来，然后让你呢工地做完工作之后，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香氛的感觉。你如果要跟朋友出去，或者是你要把妹妹啊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打开一下，开箱一下。这边光线可以吗？我们这种是很朴实无华的啦。哦，开始开始，我们看，来，阿丽亚听，不要紧，你丑陋不要紧，反正这个外包装不是重点。够人送过你类似像这种吗？香氛礼盒这种吗？都没。啊，不用送啥？送啥？哦，衣服、蛋糕。哦。哦，这个比较贵哦。这礼盒组啊，哎。赞赞赞！都是英文，我看不懂。万宝龙，万宝龙。Mumbling， 坏坏进前世，这是前世。啊，咱事后嘛，要说的话嘛是多少。我这是正王装的哦，这不是仿的哦。啊，这看看他这里，可以搞出来接啊，咱叫我哥。卡接卡接，对，小心小心。这个是洗澡的，洗澡的。你先闻闻看，沐浴胶吧。他们，有啊。你搞大辣的啦。有啊。啊，去管搞喷看卖啊。我你讲，这管你知叫啥？我你介绍。Legend 的意思就是传奇，这是他的经典传奇，不败经典。这个你看它的瓶身，来看一下，高贵不贵？这个瓶身看起来，这个质感，这个质量，这个金属光，你自己喷，喷脖子，这喷脖子，这不是整人的，这是真的香水。拿，不要，要这样，距离至少50公分，这样喷香水才会香，然后脖子抬起来，来按一下，好，对，然后手你可以喷这里，啊，然后脖子捂，脖子捂。好，我们看，你们动这防蚊液在喷呢？你在煮水就行，在喷防蚊液。哦，高喷。哦，戒鼻障。哦，好重哦。对啊，喷两下就很香了。喷两下就很香了，不要喷太多。你平常就捡这些男人味的吧？很 man 的一个味道。它也可以喷在衣服上。我建议你可以工地下班之后洗完澡再喷。就是要喷在卖喷，跟你一起卖喷的意象。因为喷在腋下，有时候我们流汗，它味道会嘎在一起，会有那个味道很臭。你要喷在就喷在这种，这，那个这淋巴的所在，就是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这样沾上去，然后我们身体的温度会，身体有温度嘛，它稍微加热一点之后，那个味道每个人喷起来感觉都不一样。每个人喷同一罐香水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。但是香水它特别的地方，好修理。啊，一管确定是沐浴胶哦。对，你带去你刚洗啊？你应该已经洗完了。阿伯啊，阿伯，洗一个，我跟你讲，洗一个你人皮都拢香。嘿，对我说还蛮贵的。因为一般你运动时啊，你嘛不可能会被烫住。而且你也不太，你对这种东西也不太会去研究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从国中、高中我们就开始接触香水，所以其实比较，我们是去挑比较适合你的味道。因为我香水都几乎是在路边摊的，
夜市路边摊。哦，你说那种100-200块的那种。对啊，这个是比较稍微中价位，不是说到很高贵。我看这很专，至少30000毛。少一点，少一点。2000块以内，这个是几毛的？我们帮他买的这个是50毛。50的嘛，啊，大瓶的是100啊。嗯，50毛的香水，然后配那个沐浴，沐浴的是100毛。哦，所以很算够用，够用。啊，你就反正你有钱分看买嘛。我们不买给你科鲁宾士诶，宾士。宾士它有出香水，有 Toyota 的吗？没有。后来想一想啊，帮你买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比较成熟一点，比较男生的那种沉稳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味你也吹，女生如果闻到，我跟你讲赞，讲你有 sense， 真的。这边一般营业到12点而已。好、哦。阿明传统美食。来，深夜美食店，威、哦、哥，感谢老板娘收留我们。嘿，老板娘赚钱。老板娘，你是台湾人吗？不是哦，越南。半肥半瘦。标准的放肉，你若要搁进门，你安怎行？老板，再放几个饭。嗯。这间的东西有够厉害。